人性中充满了善与恶，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段佛陀与波旬之间的故事。波旬是根除人性良善的魔界之王，常常扰乱危害想要修行的人。波旬与大神通来了解，未成佛之前的悉达多太子正通往觉悟之境，日后将传法度化众生，解脱苦境，将达到圆满成佛之道时，便派遣名为爱欲、乐欲和贪欲的三位魔女前往菩提树下来扰乱太子修道之心。悉达多太子正入极定，他不受三位魔女的摄诱与挑逗。波旬见三星无法阻挡悉达多太子的入定，便亲领众鬼兵魔将以万箭齐发之势威胁悉达多太子，要他立即下座离开菩提树，回到迦毗罗卫国去享受太子在今生应有的荣华富贵。他威胁他，否则将让他万箭穿心，死于树下。悉达多太子统摄一心，自若亡魂。波旬盛怒，命众鬼兵魔万箭齐发。悉达多太子心系正念，尽散祥瑞之光，护卫全身。无奈之下，波旬只得领众鬼兵魔将回到了魔界，并放狠话说：末法期，令魔子魔孙魔徒入僧团，披佛法袈裟，坏其佛法。悉达多太子黯然不语。波旬说：成佛之人是不说谎的，你也知道人的命与心的关系，命由心造。佛陀说：因果不虚，自作不义之事必受自毙，世间人岂能避免？佛陀是一位伟大的觉悟上师，其成佛之道正是克服内心的魔性，点亮佛性的修习法门。佛法无疑殊胜，却仍然受限于因果不变的循环中。波旬他在哪里？他就在真实的活在我们的心中。然而，当一个人能够了了分明地照见自心的佛性，并已立刻千古年前佛教传说中的波旬与魔女，这一段佛陀悟道立刻心魔的故事，清楚地描写人性、佛性与魔性三者之间的拉扯。在对抗隐藏在心性的魔的时候，佛陀只是以禅定正念的宁静来面对内心的心魔，如实观看、观察、接纳自己内在本质的一切。与我们一样，悉达多太子亦是凡人之身，内心存在着魔与佛。佛它是觉，隐藏着小我表象之中，要唤醒内在的佛性，你要先与它拥有一样的频率，才能够产生共振。直观身心一切的变化后，你就能够得到宁静。我们把这个观点再一次的回到了瑜伽的派别。瑜伽的八支功法里面，持戒、精进、稳定体位法、呼吸调息法、内练摄心、专一冥想、三摩地，我们熟悉的体位法仅是其中一支。八支功法是互相依存而互持的，而八支功法前面的两项持戒与精进，则是瑜伽的生活态度与基础，是控制瑜伽行者的情感与情绪，与众人及世间和谐相处的瑜伽精神。瑜伽它不是只有体位法，它也不是教导你柔软，它更不是拿来表演。瑜伽所谓的八支功法，你缺少了任何一支，它都不能够称为完整的瑜伽。就像我在这一本书《灵修训体与瑜伽的精彩对话》当中，我分享了许多的故事。我在这本书当中想要告诉每一位的读者，当你走入了灵修，你走入了修行，你走入了瑜伽，你不能够只单单的看到一个东西而认为它就是全部。心性它决定了你在修炼过程当中你将得到什么。
以上精彩的故事都已经收录在世尊话所出版的《灵修训体与瑜伽的精彩对话》当中。这本书我在这边诚挚的推荐给每一个人，希望你在修行路上可以看到身心的平衡，你可以更加的了解身体、心与灵性之间的交集。如果你还喜欢听雨色来分享灵修，请在聆听完这集时候按下赞，或者是订阅雨色脸书粉丝团，你将会不定期的听到雨色来谈灵修。